萧正楠、朱晨丽呢日出席 TVB 嘅《博爱欢乐全万家》，最近经传马明同唐诗咏兄妹情变爱情，众传都话未婚怀孕。身为好友嘅萧正楠就觉得有啲夸张咗啦。都会噶，有啲夸张噶，系啊，同埋马明好乖仔噶，佢唔会咁做噶。都有同马明倾咗几句嘅，咁佢话冇咯，我都答咗咯，即系要答嘅都答晒嘅，咁系啦，唔好再提太多，咁咪好快冇事啦。萧敬嗰边就要交翻俾阿翠如啦，因为佢好姊妹，佢哋大家会有一种沟通方式噶，真系好小事啫，其实。朱朱同绯闻男友何广沛拍档做嘅大象圆形象入屋，唔知系咪真系假戏真做呢？咁譬如话大家有啲咩？想我同廣沛再有其他節目啊，或者有更加 speak 嘅舉動啊，咁大家可以投票啊，或者寫稿嚟我哋 TVB， 咁我哋就可以有順理成章可以開另外一個節目，咁我哋係咯，到時睇下點啦。